欢迎回来。云林县政府举办第四届社区营造 PK 擂台赛，今年以社区公班品味生活为主，共有25个社区进入决赛，希望打造更美丽的家园。这位阿伯打扮成鸭子学走路，学得有模有样。这里是云林社区 PK 赛的决赛现场。本来发现一个好所在，有7000人，啊，所以呢，人甲鸭吼，拢爱伫轮边界鸭，吼，比较较安全感，吼，爱叫鸭咧，就是爱用这个鸭圈甲圈起来，吼，用这鸭圈圈起来，吼，才是安全，才是，吼，啊，迄个名叫做鸭圈庄，啊，但是甲日本时代人咧讲鸭圈吼，鸭无鸭气，所以吼，才叫做鸭圈。大皮溪镇社区最有名的竹枪吸引年轻族群士伸手，还有雨天会出没的瓜牛面包，一连串的突出想法让他们夺得今年冠军。社区妈妈们曼妙的舞姿吸引评审的目光，这边还有伦贝中措社区用脚踏车轮胎做出来的战机，以及斗六梅林社区用四色牌做出来的文创品。咱咧共学，因学过的物件，咱捡起来，但是咱一定要突破自己，咱来超越他们自己，真正我做够。云林社区 PK 赛展现各社区的特色与凝聚力的成效，让大家发现原来社区都是宝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廖丽芬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